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晴雯。创造出线上鬼抓人热潮的《黎明死线》，你一定玩过吧？在 PC 平台上超红的它，终于要推出繁中手游版了。原汁原味的恐怖，加上经典的地图对抗，到时候大家在手机里面看到我的游戏角色，拜托不要来抓我啊！讲到 PC 版本非对称多人生存游戏，你一定会想到《黎明死线》，对吧？从2016年上市以来，受到超过4300万名玩家喜爱，而且跟许多恐怖经典作品进行了多次合作。这次即将推出的手游繁中版《黎明死线 M Envoy》也同样受到许多玩家期待。游戏强调将原汁原味把 PC 版本中的恐怖气氛带入手机版本当中，让大家拥有亲身体验的感受，加上经典的地图，玩家上手将更加容易。此外，官方在 beta 测试期间也准备了丰富的活动，只要完成活动任务并获得优胜者，将可获得限量黎明死线实体周边及各式奖励。繁中版本将从10月28号起到11月6号为止，展开近10天限量抢先体验。喜欢非对称恐怖生存游戏的你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哟。